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苍穹传扬他的手段。当我们传颂大卫的诗篇，仰望星空，俯瞰大地，我们心潮起伏。我们竟然无知，常常狂妄自大，要么漠视你的存在，要么愿与你比高低。我们自知罪孽深重，无法自己解脱。你用心良苦，为了拯救我们，竟然让你的独生子谦卑为我，最后为我们做了赎罪祭。我们羞愧、自责、内疚，无法用言语表达你给我们的恩福。今天我们要从内心最深处感谢你的大恩大德，赞美你的大智大能。下面请大家一起站立，我们一起来歌唱我们主耶稣，赞颂我们主耶稣的一首经典《你真伟大》。主啊，我神，我每逢你我快开，我手所造，你却奇妙大功，看见心术，又听到隆隆雷声，你的大能填满了宇宙中，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，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
活节来临之际，让我们常想主为我们做了何大的救恩，他替我们钉在这十字架上，那该是我们该受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轻忽了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大爱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感谢主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。感谢阿爸天父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罪人中间，完成了他的救赎大功。看哪，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真神羔羊。Thank you.
谢恩。箴言十五章里面说，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，灵被释放。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精神喜乐的描述，我们信了主耶稣，心中充满信心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宽容待人，乐观向上。兄弟姐妹，生活在主里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再次请大家起立，让我们把笑容挂在脸上，把手举起来，把腰扭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唱常常喜乐。Oh,